看看新闻网。小聪，现在总体上孙楠暂时领先你一局，现在轮到你拍下一位，拍上我们这个无敌的组合，神奇的大杀器冰雪飞。有请冰雪飞。不要紧张，来，大声的把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叫出来。庄子杰，庄子杰，来请。我们最想去挑战的就是冰雪飞这个组合。我觉得他们的情绪上特别好，然后他们舞台上的经验也特别丰富，唱的也很好，也会跳舞。我觉得我们要是和他们在一起，会有很大的压力。你还想怎么样？干嘛要骑呀、啊？每一个人要扬长比较，最长处在哪里？Everybody say hi, hi, baby, baby， 跟着节奏跳起来。Everybody。
够大，啊，敢对着评委老师做这种动作，不怕张宇老师误会吗？你们在舞台上面想做什么都可以，因为我都看不到。好了，那宇哥，我先讲先表演的这个小松这一组的哦，你们三个其实声音都没什么底气啊，但是你们的合音其实很好。那这两位男生，我现在并没有感受到你们结合起来那种爆发的力量啊，两个人说舞跳得很好吗？很好，但是韩国很多团体跳的都比你们更好。我知道了，你都明显的挑出了他们的缺点。那我刚刚说了，白灯代表双子 JL， 红灯代表冰雪飞，请选择。我会按冰雪飞。第三个老师，我觉得三胞胎跟这个双子 JL 比起来的话，他们一站出来就赢了一半了。因为这世界上真的很少三胞胎到舞台上可以做这样表演，但是三胞胎一唱就输掉另外一半了。而这个双子 JL 这个世界上同类型的团体已经非常非常多了，所以竞争相当的激烈。我记得你们其中有一位会跳芭蕾是不是？那另外一位你会做什么呢？我会创作还有街舞。那双子 JL， 我鼓励你们在芭蕾跟街舞之间能够做一个更美妙的串联，这将会成为你们将来竞争最重要的一个利器。谢老师，所以我最后要做一个决定了啊，三、二、一。谢老师，谢老师。刚刚你摁下白灯那一瞬间，克勤的脸立刻变得很纠结。说真的，可能他们是三胞胎，然后默契非常非常好，但是后来的一分钟唱到高音的部分有一点点的问题。男生，整体上面都蛮不错，整个舞蹈的表演也很不错，可以按了，对不对？三、二、一。双子 JL， 谢老师。其实这个结果我没有想到，因为我们的经验问题还有很多方面的问题吧，是输是赢对我们来说都是赚的，我们学到了很多很多东西。其实我想说的是，如果是三胞胎是一个很高雅的古典的组合，演奏加唱，那才是亚洲无双。我会往那个方向努力的，谢谢老师。这是一个结束，这是一个开始，我们会继续的努力的走下去。